酒意满回首，此去几何，欲说还休，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一生深陷，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浅。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，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世胸前的记号，未见怎么把你忘掉。你是不知姑娘从何而来，还望遵照礼教，不要逾越了界限。你是妖，怎么能来九溪山呢？子轩，我是小白啊。你不喜欢我幻化成人的样子吗？
是小白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修炼成人了。那我到底是人还是妖啊？当人当妖取决于你自己。原来有了手，有了脚，当然这么方便啊！来，快坐下。你这走路的样子，真该好好的训练一下了。我当蛇当了200年，刚刚幻化成人，我肯定是学不会这些东西的。你跟了骊山圣母才200多年，一定是雪英子与九溪山的环境加速了你的修为。对了，这九溪山与骊山之间的距离也不近，你怎么来这里的呀？当时九重天有蟠桃大会，我跟着师父跟着跟着就迷路了。我听他们说啊，蟠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，如果能有一个仙桃，我们就能一块吃了。你吃了仙桃就能提高仙力修为，这样子轩就不用怕那个坏家伙了。我从未听说过蛇这么贪吃的。我饿了，我不会用筷子吗？以前都是你喂的我呀。当了人自然要自己来吃。你看筷子这样拿就可以了。这样拿，大拇指食指中指放这儿，好看着。这样拿好了之后食指用力。好吃。干嘛呀，我都困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以后不能睡在这儿了。男女为什么授受不亲啊？我才刚刚化成人，要不然我还是化成原形好了。